该是是不离兮，追不兮，追不兮兮，可奈何。221年，嬴政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国，建立了秦王朝，自尊始皇帝。为了巩固他的天下，实行残暴统治，因此引起了百姓激烈的反抗。统一文字，统一复制，为万民谋福，你为什么要刺杀我？暴君，人人均可诛之。来人啊！皇上，保重啊！公元前210年。秦始皇驾崩，次子胡亥杀害了兄长扶苏，继位为秦二世，天下大乱，群雄纷纷起义。什么人啊？臣等拜见王孙。
楚国将军项燕之后，项梁、项羽拜见王孙，王孙流落民间受苦了。如今群雄并起，复国时机已到，王孙应该重登宝座，复立王位。我可不愿意去送死啊。废物，你说什么？王孙，秦始皇已死，陛下乃楚国千万臣民的主宰，项家军为天下人请命，恭请王孙复位，重建楚国江山。是个窝囊废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拥他为王。我项羽乃将门之后，对楚国忠心不二，拥他为王是志在反秦。209年，项羽在会稽起义，成为江东各路义军的首领。同年。